嗨，宋烨，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你赶紧去洗漱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这怎么行？我都安排好了，赶紧去，快去。还这么闷不乐？你不问我和少谦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情侣之间逃不过四个阶段：热烈、平稳、真诚。那第四个阶段呢？第四个阶段不是结婚就是分手呗。结婚，分手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不论是结婚还是分手，我都会很高兴。如果你结婚了，那你的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如果分手的话，那对我来说是不是更高兴？算了啊，你要是再不笑，我都快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同学，我希望你能开心起来，对自己好点。红叶，你知道红月传情的故事吗？据说只要你把喜欢人的名字写在这个上面，那这个人就会一直爱你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变。我不会再受你摆布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收手吧。我不是要让你爱上他。对不起，先走一步。对了，我约了同学一起去旅行。等等。
哟，你们俩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听说你们俩企图抛下我跟胖子单独去旅行，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没有，我们就是临时决定出去走一走就回来了。太难得了。那好吧，那咱们一起去吧。好啊好啊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什么？你们也去啊？对啊，难道你嫌我们俩是电灯泡啊？没有。 咱们一块去玩嘛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嗯，走。别不开心了，我还给你当司机呢。哦。哎，胖子，你说他们俩说什么呢？怎么说那么开心啊？ 你话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从刚才那阴阳怪气的，你忘了咱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了？记得，他是你同学嘛，别让宋怡那小子得逞。对啊，我就纳了闷儿，你到底是在看同学还是在看宋怡？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别动手啊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怎么说了？懒得理你，你要不去，我自己来。废。 说谁废物呢？哎哎哎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哎，宋丽啊，你看哈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你吃醋了？没有，你不知道，月莹啊，她真的。真的什么呀？她。 平时就是个没分寸的人，整天吵吵闹闹、咋咋呼呼的，有的时候做出来那些事儿，哎，真让我为他担心。你就是吃醋了。我真没吃醋。同学，嗯，你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？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不愿意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不忍心让他生气，不忍心让他难受，不忍心让他受累，即使有一天去死。 我也会一个人独自离开的。月莹能够遇上你，真的好幸福。不过，你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月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知道的。其实，她的意思是，嗯？我明白了，是我。 太小心眼了。我知道你的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你跟你老公一直跟着我们，是不是怕我欺负同学？没想到，看你平时笨头笨脑的，其实你还挺聪明的嘛。我那叫大智若愚。好吧，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我也告诉你。还有秘密？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哎，你个大骗子！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眼泪滴在心的上面，一点一点累积，这爱你的体会。如果是幸福缘，后悔，这是种幸福啊。 还是种宿醉，世界在变，谁能打造永远？总让我在。
在心里天天喊你千万遍，再容易我看着你依旧的容颜，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，我也